加斯不但个性非常幽默风趣，主持功力备受肯定，私底下的他作风也相当亲民，常常会在社群平台和网友分享日常生活照。最近他在 IG 发文写下，在东京的街头逛街好惬意哦，还附上一个微笑的可爱表情符号。他同时上传一张在街头上行走的穿搭美照，只见他顶着一头利落清爽的中长发发型，搭配一对抢眼大耳环配件，整体穿搭造型非常轻松休闲，肩上还背着一个黑色包包。特别引起关注的是他被拍下的这张照片，刚好是双眼闭上的表情，画面十分有趣。另外有网友把焦点放在他的包包上，纷纷问他为什么换包包了，怎么没有背用了十几年的万年包包，在网上掀起不小的讨论度。you